黎明一向获封金句王，虽然他否认，不过接受访问的时候就金句尽出。即我简单地讲，你用哪个视野去看？嗯，我不是说我自己 OK，我是可能有真的有些怪诞。但个视野就是说，如果你自己能够跳出来用人做卫星跳一跳，你听完广东省讲的东西，北边讲的东西，英国讲的东西，美国讲的东西，你会知道什么地方成长出来的人，在个周边环境里面，它会衍生一个令你有不同的感受。只不过我是一个广东话 fluent Cantonese，我将它的国语文化我熟得滞，我将它翻译了过来广东而已。其实民意 OK 的。Leon 下个月底将在中环海滨举行 4D 演唱会，老老实实了，会不会跳舞先？一定会跳，点都唔可以唔跳嘅，即系你唔跳就太唔系排紧咩啊？唔跳太过分咧，得啦，你睇下。今次啲舞蹈，今次啲舞蹈唔使反，今次排舞老师系绝顶一支棒。又交俾唔会啊？又交俾 dancer 跳啊？你唔系唔会同自己思想有反差产生嘅？嗯，因为个排舞老师系我自己。我不用收钱的，这个为了我荣誉嘛。你做个感情领导几只啦，你每天排一只走人的嘛，黐线呢，怎么证明自己实力啊？虽然在你眼中觉得我没有实力，我明白的，不要紧。咪住 ,4D 是不是包括埋文德道的味噶？有味，有些嘢会突然间。系啊，唔系即系咁佢哋啦。唔会臭 ，OK。唔系即系有意思，配合嗰啲香味同埋嗰啲灯光啊、画面啊。啲凳未做到，我埋落嚟帮你熬咪真咯。